二零二一，大家好，我是郑超芬，我是马云。这一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，是网友来问的。对，说四十岁的女人有曲皱纹，应该做什么手术？这个得看是什么年代的四十岁，对，有什么职业背景，是什么生活习惯，对，是吧？在马里是外婆，对，啊，马里是他外婆或者他奶奶，对，四十岁的时候，那都皱纹是相当深了，对，我觉得，对。那时候四十岁都是中老年人，对，没有任何的这个保养项目可做。在王丽是妈妈，对，这一代人四十岁的时候呢，啊，就是开始要当妈，对，啊，大婶儿，对，脸上皱纹也已经，我觉得已经就是呈现的很明显。那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现在处在2021年这个时代，对，四十岁，你保养得好的话，对。还是小姐姐，对，像我一样。我想不好的话，啊，那怎么？是的，如果你不保养，大婶儿，是的，这个就看情况了，时代不一样。是，如果说呢，在外婆那个时代，我四十岁，我皱纹真的很多了，那需要做拉皮手术。是的，全脸拉皮手术。对，啊，做。拉皮之后，这个皱纹都要打肉毒素。对，嗯，这个时代。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，对，对吧？一般情况下，你四十岁的女人啊，想出皱纹，指的是哪些部位的啊？对，一方面咱们从上往下说吧，对，一方面就额头的皱纹，对吧？嗯，额头的皱纹，额头有抬头纹，抬头纹啊，喜欢出现，是正常的嘛？对，啊，正常的。嗯，一些人呢，平时呢不注意呢保养，不注意保湿，嗯，对吧？皮肤啊，一干燥之后啊，皮肤干燥之后就容易出皱纹。是，咱们看那个黄土地下，嗯，对吧？对，干了之后它就干裂了，干裂了。对，啊，皮肤也是这样的。对，啊，所以保湿是多么重要。是的，对于额头的这些皱纹呢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看情况。如果你额头本身呢比较薄，是的，啊，比额头底下的脂肪比较薄的话，啊，很骨感。嗯。额头呢凹凸不平了，还出现有皱纹，这种情况最好就是做脂肪填充。对，脂肪填充。那腿上或者小腹部抽点脂肪纸，填到额头上，额头马上很饱满，然后脂肪呢就会撑起来。是的，对不对？皱纹一撑起来不就窄了？对，对吧？嗯，这个就很适合做脂肪填充。对，但有些人呢，额头呢就是很胖，对吧？很胖，额头脂肪也很多，对，但是还是有深深的皱纹。这就得看情况，那得做个额头提升。哎，这得做额头提升啊。对，韩国比较先进的是小切口。对，安多泰。嗯，安多泰是小切口在行头发里边啊，对，往里是就做了。对，对，你看他才30多岁，对，他都早早做了，是吧？就在这个开两个小口，是非常小的两口，看不见，对，几乎看不见的一个疤痕，对，就把这个额头提上去，就看不见额头的皱纹了嘛，对，对吧？就这种情况啊，因人而异，每个人不一样，就说提升了。如果你太严重的话，那额头就得做，对吧？拉皮，对，额头的拉皮手术。对，啊，那有些人可能脑门儿，可能掉下头发，脑门太大了，脑门太大了，还有这皱纹，那就好办了，那还有办法，要做这个额头缩小。额头缩小，对。额头缩小的过程中呢，他就把多余的头发，多余的皮啊，多余的皮肤给剪掉了，然后皮肤拉上去，是，对吧？它拉的可不仅仅是皮肤，对，皮下的筋膜啊，肌肉全部给你，对吧？整体拉上去，对，整体拉上去，这样的话也是抗衰老的一个很好的办法，对，这是针对额头的皱纹，对，那下来呢，就是眼角的鱼尾纹，哎，女人衰老呢。就是眼角，眼角，咱们马老师现在，对吧？以前都有皱纹，现在看来没皱纹。对，经常做保养，是的，经常做医美项目。对。如果出现眼角鱼尾纹的话，看轻重，对吧？如果刚出现细纹的，就赶紧去打肉毒素，对吧？是最小的代价了，是最小的代价。如果严重一点的话呢，你可能就要填充了，对吧？严重点啊，如果你全脸。填脂肪的时候，把这儿也填一点脂肪，
有些人他我填了脂肪之后呢，这个脂肪流失了之后又出现了，嗯，这种情况下，那就得打点玻尿酸。是，嗯、哎，皱纹这个地方呢，给它填一下，对，填点玻尿酸，那填起来皱纹呢就舒展开。是的，没有皱纹啊。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允许的话，嗯、还可以做干细胞。对，土豪水衣，土豪水衣就钱的话，它有好办法，对，比那更好。对，玻尿酸毕竟它也是硬，对，硬它不舒服。对，干细胞呢，它打到里边呢，打到这些皱纹里边，就在里边就把你的组织给修复了。是的，是你自己的年轻的有活力的细胞就是干细胞。为什么是有皱纹？是你摔倒。是的。怎么摔倒？你细胞摔倒。对。对吧？干细胞让你的细胞复活。对。对，重新新生了这些细胞。变成年轻的了。年轻状态。对吧？这个所以说呢。因为啊，这个奢侈性的，是的，去皱纹也是奢侈性的，对，没有钱，是的，有钱真好。对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皱纹，对吧？哎，出现这个法令纹，对，好多人年龄大的话，四十岁法令纹，对，法令纹太深的话，是的，丑，是，对吧？那就怎么办？也是填充了。它有几种办法，对，啊，一不有些呢是拉一下。对，嗯，哎，做线提升的时候，提升的时候，哎，就看不到法令纹。对，有的人呢，反正有点严重，对，光单单靠提升了，不能满足。提升完了之后再填充，在里边呢填做这个贵族手术。是的，对，嗯、贵族手术。对，哎，把这个假体往这一贴，对，哎，这里边就行了，嗯，就好看了。嗯，对，有专门有这样的手术。大家可能也会说啊，那我这个地方也可以填充玻尿酸，也可以，其实可以的，但是。因为这属于一个表情纹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说话，说话所以说它这个吃饭喝水 对，所以说玻尿酸填充进去，它可能就是维持的时间短，所以说建议大家用贵族，它就是一个长久。嗯，看情况，如果你稍微严重点，还要做一方面做提升，对吧？线提升，我就提升一下。对，另外一方面啊，放一个是的假体啊，对，贵族手术。有些四十岁的小姐姐们，如果你们之前没有。接触过任何的这个整容项目，嗯、那么你的这个纹比较深的话，嗯、都不是线儿提升能解决的，你得做一个小切口的拉皮手术，才能给你拽上去。嗯、对对，小切口拉皮。是的，它这个就不仅仅是拽了皮肤。是的，里边咱们这个皮肤下垂啊，松弛下垂，不仅仅是表皮。是的，它皮下组织，对皮下里边有脂肪。对。有筋膜，有肌肉，对吧？都下垂，都下垂了。它要整体要给你做上去，是的，啊，要整体，嗯，这样才有好的效果。是的，啊，这是法令纹。对，还有就是，嗯，唇角。对，唇角。哎，这个，哦，对，这个地方。这个，这个纹呢，就是你观察所有的老人，嗯，对，都有，都这儿都堆儿两，对，两堆肉。对，这个部位啊，就我们唇角这个地方，要是堆儿两堆肉。特别显老，对，老态龙钟，对，哎，老态龙钟指的就是这一点啊。老态龙钟指的有两方面，一方面你的眼袋，也沉重的眼袋，啊，显老，嗯，老态龙钟的样子，一个是这儿，另外一方面就是脸颊这儿有两堆肉，哎，你法令纹深陷，你的唇角这个是，对吧？对，有堆上肉，那这个就给它在这个部位。就不要稀释，对，要溶掉，溶掉，要么把它脂肪抽掉，是，溶掉，对，哎，把这个皱纹给去掉，是的，哎，有些人呢就是这个皱纹从这儿啊，法令纹啊，到这儿了，然后底下啊，就到这儿，对，这个部位也一定是在提升的过程中把它溶掉，如果你只溶掉不提升也不行的，它是一个综合的，对，所以不要靠某一项，是的，对吧？你说我一招就要把这些搞定。不一定，对吧？你看你情况嘛。对，啊，所以说这个抗衰老它是个组合拳，是，哎，组合拳，这是针对这些皱纹。是，还有一些呢是颈部的皱纹。对，好多人说啊，颈部有皱纹，我脸上看着很年轻，都是颈部皱纹。对，对吧？好多皱纹啊显老，大部分的医院都说，哎呀，我可以做各方面的皱纹，但是颈部皱纹不行。对，颈部太关键了。是，对吧？这里呢。有食道、是气道、对甲状腺、嗯、动脉、嗯、对不对？还有什么筋？嗯、但底下还有很多筋，很多时候使劲一使劲，看好多筋就在这儿，嗯、不是那么好解决，很难很难。那、嗯、韩国现在有一些医院，嗯，
我们了解的有一些专门做颈，对，有老太太来颈，或者有些四十多岁，嗯，很胖一点，是的，这里就好，颈纹好深，特别深，对，对吧？显得老，对，老医院的话有专门的办法，是的，哎，把这颈纹又给对减轻了，下巴和颈纹，对，把这颈纹呢，它也不是完全去除，嗯，但是变轻，是的，比你以前轻，再轻，慢慢越来越轻，对，没有那么老，对，就是有这种技术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小视频节目啊，告诉大家，你有颈纹的话不用担心，是的，韩国有这样的很好的技术，是的，帮助你在颈部抗衰老，那么就是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做皱纹啊，去皱纹该怎么办？就得看你的情况了，你要是还不明白，对吧？你单个个体的问题，你可以来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嘛，对对，我们给你自己的这个。给你这种方案，对啊，适合你的方案，是的，对吧？嗯，那就简单聊着呢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